书法家啊，叫朱启超，来自康州，以前是这个Mount Sinai Hospital 的这个 professor。所以现在到这边来，这是我的业余爱好啊，这个喜欢中国的这个书法，所以呢借着这个新春佳节的机会啊，祝这个华人啊，海外华人同胞啊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啊，发财。